注意看，在我们人类在迷你世界中点燃炸药桶，此时的炸药桶就会发红，然后发生剧烈爆炸，炸死我们人类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炸药桶里面还封印着一个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炸药桶非常的恐怖。如果你也使用过炸药桶，那么请为自己的勇敢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人类只要使用炸药桶，它可以一秒钟之内把我们的血量直接清零，十分的吓人。并且今天我和学姐仔细观察了一下炸药桶，我们发现居然在炸药桶上方写着求救信号 BOOM， 并且正面写着求救信号，反面也写着求救信号，十分的诡异。如果你觉得这是求救信号，在评论区中扣一；如果你觉得它不是求救信号，在评论区中扣二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迷你世界中的炸药桶可不是一种，我手中拿的是小型定向炸弹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它的上面就没有求救信号，是光秃秃的，放在地上也会发生爆炸。并且我拿出了大型定向炸弹，我们发现它上方也没有求救信号，唯独炸药桶的上方写着 BOOM 求救信号，所以我和学姐认为那是里面被封印的人正在向我们求救，你们知道了吗？